哇，发现了一只金色的暴龙，这么帅气的暴龙怎么能关在笼子里面？玩具店里又到了新恐龙，走看看去。哎，不对呀，这怎么是王者荣耀的赵云？怎么样，这个喜欢不？看样子应该是不喜欢。这边还有，我去，新奇暴龙战车的数码暴龙竟然还是豪华款的，发现了一个共同点，嘴里面都一个大炮筒，他俩长得好像啊。 OK， 今天就拿这个。小金，看我给你买的暴龙怎么样？开箱验货。哇，这么高大威猛，这里放了一把单独的武器，这不是恐龙的尾巴吗？比我这个金色霸王龙的尾巴还要大，超级无敌数码霸王龙解救成功。这爪子真的是太大了，感觉像是金色霸王龙的哥哥。张嘴，让我看一下你这个超大的炮筒。小金，他的脑袋可比你大多了，他有点不乐意了。没办法呀，脑袋大的就是哥哥。数码霸王龙尾部合体。哇，这个尾巴看着好厉害呀，上边是恐龙形态，下边是机器人形态，看着太难受了。来变个身，头部隐藏，胸甲合体，两极反转，哈，超级无敌数码霸王龙变身完成。典藏版金色霸王龙，豪华款数码霸王龙，超级炫酷的数码翼龙，新奇暴龙的玩具收集了三款，还差两款三角龙剑龙，我就可以组装这个超大的数码合体大暴龙。走，再去玩具店逛一逛。